何为无贪求戒？这是第八。怎么叫做无贪求戒呢？此菩萨不现异相，张己有德，但为满足出离法故而持一戒。这是第八，无贪求戒。持戒就是为断烦恼了生死而持戒，为成佛道度众生而持戒，不求现在生活上有什么特殊的受用而来贪求啊。所以这个发心的菩萨不现异相，很平常的啊，规规矩矩，不会为了要贪求人家的世事供养而现出异，就是异于常情特殊的现象啊，装模作样啊，看到世俗那么就装模作样，俨然是黯然道貌的那种样子，让人一看觉得了不起啊，这是个老修行啊，他是有修行的啦，供养他有大功的啦，现出那一种意象来，让人有这么一种感觉，彰显自己有好的品德，让人一看想要供养啊。那么不要有这种情况，这就是主要是远离五邪命啊，远离这个邪命而持戒啊，不会装模作样来贪求人家的供养啊。在这个戒法里面说到的就是有五种邪命啊，这是都是对出家人说的了啊。那么以这个邪命其中之一就是这个现奇特相啊，让人看到生恭敬心而来供养你，这就是所谓现这个异相，来彰显自己有功德有修行，让人发心供养啊。但为满足出离法故而持一戒，单单只有一个目标，没有别的副作用，就是只满足求能够出离世间的生死苦海啊。要达成这个出离法的目的，就是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度众生，为了这个目标而持戒，没有别的需求啊。那么经论里面都有四邪五邪的分别啊，那么就是书钞里面也有引证解释啊。那么因为现在这个出家众嘛，要用这种方式去做的事情，那么我相信不会多了啊。那么而且在座各位多数都是在家居士啊，这个不必多谈啊。出家人如果一定要知道嘛，可以去查查这个法术上的五邪命啊，对照一看，也就可以知道自己是不是如法了。第九是无过失戒，缘何为无过失戒？此菩萨不自贡高，言我持戒，见破戒人亦不轻毁，令他魁持，但一其心而持一戒。这第九的无过失戒啊，就是持戒的态度要庄重啊，要谦虚，不要瞧不起没有如法持戒的人啊。什么叫做无过失戒？这个菩萨他自己不会贡高啊，不会觉得我持戒我了不起，不会有这种心情。言我持戒，这个言呢不是嘴巴讲的，不是用嘴讲出的话，是心里的心言，心言心里有这么一个想法，我持戒
我了不起，你看我所有的微细节我都吃好，我没有一点违反。不用言语表达出来，只在内心里面有这种的观念，那就叫做共高啊、就是觉得、你看我多了不起啊，你们都不如我啊啊、如果心里有这种的观念，这就是自共高啊、那么心里就想我直接啊、那么有了这一个共高，我们的这个啊、心里的有这种想法，那么看到别人不能如法持戒甚至破戒的人，那就会轻慢他啊、那么毁谤他啊、那么就说他不持戒，使他升起惭愧心，让他升起羞耻的观念啊、也就是说看到不持戒的人，哎，你想什么东西呀、你都不持戒呀、你都在犯戒呀、那么就轻视他，瞧不起他啊、喝着他，那么使他惭愧，使他羞耻，使他难堪啊、让别人不好看，那么自己共告我们说我了不起，我做好了，你没有啊、有这个观念那就不对。所以菩萨持戒不能因为持戒而发生过失啊、如果有这种共告我们之心，那么又瞧不起这个破戒之人，那就是叫做有过失的持戒，纵然持戒也是有过啊、那么应当怎么持戒？但一起心而持一戒，只有专一起心，为了断烦恼了生死啊，度众生而持戒，没有别的。那么因此应当经常要有谦虚的心啊，不要有共告我们，少少有一点发生赶快把它消除啊。这是第九。最后第十啊，无悔犯戒。缘何为无悔犯戒？此菩萨永断杀盗邪淫妄语两舌恶求恶口，即无异于贪嗔邪见，具足受持十种善业。先说菩萨所持的通途十善戒法啊，不要有所毁翻啊、这个菩萨永久断除杀生啊、永久断除偷盗。第三的邪淫，对在家居士讲，在家菩萨第三是不邪淫啊、那么如果是出家菩萨，第三是不淫欲啊、那么这是身三业。口是恶业，妄言就是妄语，两舌就是这个波龙是非啊、叫做离间语。两舌按照文字看起来好像一个人呐、无能的吹气啊、实际上气干了自己娘了无能的啦啊、因为这个舌头是人。嘴巴里面的舌啊、很容易光个酒桃啊啊、舌头石头差不多，所以有的时候说成误会啊，以为是酒桃嘞，不是的，软软的嘴巴里面的舌头。那么这个舌头哪里有两个啊？这个两是两家波龙是非，到张家那边说李家说你怎么不好，到李家这边又说张家说你如何不好，这样子波龙是非使他们斗争啊、轻则斗争打架冤家，重则啊、那么严重到伤害生命啊、相杀。所以这个两舌的罪恶很严重的啊、实际上一个人只有一个舌头，哪里有两个舌头呢？所以新义家把它翻成离间仪，离间语啊，就是本来他们两家好好的，你去破坏他，使他两家分开离开，甚至严重到严重的冲突啊，那么这就叫做离间语，波龙是非啊。那么用离间语啊来说明这个两舌的道理比较显明了 啊因为人
毕竟是没有两个舌头的，而且就是两家说话也不一定完全是坏的。如果跟两边都是说好话，本来他两家本来是个好朋友，那么因此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两家发生冲突了，有误会了，那么您对两边说好话，慢慢把它和好，这个也是两舌呀，但是这个没有罪过，只有好事啊，只有功德没有罪过，所以这个两舌不一定是有罪，所以离间于就有罪了，离间呢，本来它是好好的，你把它破成两个，把它分开了，使它冲突了，那就叫做离间于，所以旧一两舌，新一家，就叫做离间于。这个文字还是顺着旧意的两舌，恶口可以知道的了，就是用粗言粗语骂人啊，即无意义，无意义平常的翻译叫做意义啊，意义谨意的意啊，说好听话，话很好听，但是没有营养，是个废话，那就叫做意义，这里翻作无意义。优婆塞戒经里面都翻作无意义，就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废话，这个没有营养的话，那就叫做无意义，就是欲义，这就是口是恶业，贪欲，贪着这个五尘境界，贪着五欲，嗔恨心，邪见就是痴。贪嗔痴嘛，邪见就是痴，痴并不是一无所知啊，痴是波无因果，不信因果，这就叫做痴啊，所以这个痴又叫做邪见啊，用邪见来说明这个痴的这个过恶，就说这是十善戒，这个十善戒法呀，不一定要佛出现才有啊，在世间法上也要讲究如法啊，受持这个十善戒法。轮王出师啊，就以十善来教化他的这个国民。具足受持十种善业，行菩萨道的人要完备的受持这十种的善法的戒法，这个叫做十善戒，十善就是戒，十善包含一切戒，能把十善做好，就是能做到捉莫捉众善奉行。能受持这十种善业，菩萨持持无所无犯戒时啊，作是念言啊，那么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受持这个十善戒法而不知有所违犯，都能如法的时候，他心里这样想，作是念言，念就心里的想念，言是心言，不一定要讲出来啊，心里有这种的观念。一切众善毁犯境界啊，皆由颠倒，说明众生不能持十善戒的原因啊，世间一切众生他不能够持这十善戒，而对这个十善戒有所毁犯啊，毁犯这个境界的原因在哪里啊？皆由颠倒，因为众生颠倒才会造作十恶业。怎么颠倒啊？以苦为乐啊，那么因为以苦为乐，以不净为净，以无我执着于我啊，对于这个常乐我净啊，都是把这个世间的无常当常，以苦为乐，无我说有我啊，以不净认为清净，这都是众生的颠倒相啊，因为有这些颠倒啊，所以他对于这个十善戒法就不能如法受持啊，发生许许多多的这个罪恶啊。为佛世尊能知众生于何因缘而生颠倒毁犯境界，这个事情谁知道啊？只有佛，单单只有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已经成佛的佛国诸佛世尊才能够知道众生啊，是因为有什么样的因缘而会生起这种的颠倒，而致毁犯于十善戒法。
不能受持这个十善戒法的境界。这个只有佛才能知道了，菩萨他所知道的也不够完备啊。我当成就无上菩提，广为众生说真实法，令离颠倒。我菩萨自己发心啊，自己发心说，我一定啊，我要好好的用功修行，赶快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我应当要赶快成就无上菩提，就成佛。等到我成佛了，我就彻底明白众生的颠倒原因了啊。那么我就要广为众生说真实法啊，要对于一切众生详细说明您这些众生颠倒的原因在哪里啊，使令众生知道真实的原理啊，什么样子才对，不会颠倒。那么现在众生的颠倒原因在哪里，一一提呢啊，这个提出来，令离颠倒，使令一切众生远离这个颠倒梦想啊，免自造十恶业而致堕落受苦啊，这是第十。戒藏里面有这十种的意义啊，那么这十种意义主要啊，就是为了要断烦恼了生死，度化众生而持戒啊。那么其他绝对不会有别的需求啊，那么也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附带条件而持戒。所以持戒的目标只为利益众生。那么菩萨持戒的这个功夫，他的心理的观念跟声闻人不同的地方啊，声闻人赶快要求了生死啊，如果会妨碍到他断烦恼了生死的，他绝对不做啊。他不讲究是对众生利益如何，他主要要求自己先断烦恼，先了生死啊。这是声闻人的厌离观而持戒。菩萨不一样了，菩萨他是发菩提心要利益众生啊，纵然发生对于自己的利益冲突啊，他就会去弘量啊。哎，这个事情啊，如果我做了与众生有利益，但是与自己有回损，甚至自己是犯戒了，那么自己犯戒应当要堕落，要吃苦头，将来要受果报。那么菩萨他的观念是这样子啊，我自己吃些苦头没有关系，我自己有错误了，我该接受什么样的果报，我自己去接受果报。但我要使众生离苦得乐，只要使众生能够断烦恼了生死，使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我自己纵然失去我个人的利益，这个没什么关系，这个可以让我自己来多受点苦头啊，等于代替众生受苦一样，无所谓。菩萨的观念是这个样子，救人要紧啊，救人要紧。他以救度众生的目标来做他的持戒的目标啊，纵然有所违犯，当然他自己也接受这个违犯戒法的过错应当受的这个苦报啊，那就是宁可自己本身受苦啊，而不使众生受一切为的苦恼，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身求安乐，这是菩萨的他持戒的根本目标所在。所以菩萨的观念与其这个声闻人的观念不同的地方就在这一点。所以希望赶快成佛来说真实法，使令一切众生能够离去颠倒而断烦恼了生死。四明菩萨摩诃萨第二戒章，这是总结上文啊，这就是菩萨的十无尽藏里面第二戒章。假如能够按照上面十法如法去持戒，能够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通通含藏在里面，所以叫做戒的无尽功德藏。到此为止，第二戒藏讲完了，接下去第三禅藏，第四悔藏，惭悔
我们平常讲都是连起来的啊，很惭愧啊啊，连起来的。现在在十藏里面呢，分开来的，第三是禅藏，第四是魁藏，禅跟魁，是两种不同的意义，那么我们平常都是越相同的情况讲，所以涅槃经里面呢，就把禅跟魁分开来，分开来讲，所以涅槃经说，禅者禅天。毁者毁人啊，毁人，禅者自不作恶，毁者不叫他做，禅跟毁不一样，禅是自己不去造恶业，毁是不叫别人造恶业，那么禅是自己内心有羞耻心。自己内心有羞耻心，那就叫做禅。魁是发怒向人啊，如果自己有过错，向人发怒忏悔，那就是魁啊。欲切师地论里面也说啊，内身羞耻叫做禅，外身羞耻叫做魁啊。那么禅是对自己对内。魁是对他人对外啊，那么禅自己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人家，生惭愧心啊。魁觉得别人处处做好啊，我们没有帮助人，我应当要使别人一一都能如法，都能好啊。所以禅跟魁啊就分开来。不过在经文里面呢，细细的看禅跟魁内容啊，经文所说的道理相同的地方很多，这个文字浅显容易了解，但是也是仅测我们这些末法众生啊，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字。那么虽然这是对实行满的菩萨说实无尽藏，那么实际上这个文字啊，可以说都是对我们初学凡夫、初学菩萨啊，由大圣根性的凡夫菩萨而讲的。何等为菩萨摩诃萨禅藏？什么叫做菩萨的禅藏呢？有禅的心就能够成就无量功德，包含在里面，所以叫做禅藏。那么这个禅藏的道理怎么说呢？经文说，此菩萨意念过去所作诸恶而生于禅，这是先总说啊。这个菩萨就是行菩萨道的菩萨，现在我们只站在这个凡夫来讲，不讲实行菩萨。实行菩萨他自己知道啊，那么该怎么做，我们只是按照文字约我们初学凡夫来讲啊。这个菩萨他想到过去久远近来所造的恶业不晓得有多少啊，那么升起这个惭愧心啊。那这个《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面就说了，假使恶业有体相者，十方虚空都不能容受一个人所造的恶业，何况无量众生。那么我们在过去无量近来所造诸恶，所有的恶业无量无边，应当要升起惭愧心。不懂佛法之前造的恶业不晓得有多少，对此应当生惭。为之以下就是解释这个总义。彼菩萨心自念言，这个菩萨就是发菩提心的菩萨，我们现在都是越初学凡夫的菩萨来讲，这个菩萨应当心里要这样想，我无始世来与诸众生皆悉夫作父母兄弟姐妹男女俱贪嗔痴骄慢惭狂及一切诸烦恼故，更相恼害代相凌夺。这是说明我们过去无量劫来啊，以一切众生夫为六亲，
所造的恶业无量无边啊，我无始是来，无始找不到开始啊，无量劫来一向轮转就是这个样子。我自己想，我从无量劫无始劫以来，生生世世跟一切众生、宇宙众生、所有的众生都做过互相为父母兄弟等，皆系夫作，就是彼此夫作。有的时候众生为我的做我的父母兄弟，那么有的时候我也做过众生的父母兄弟姊妹所以彼此互相做父母，互相做兄弟，互相做姐妹，互相是男女那么因此这些凡夫啊，同样都有贪嗔痴，都有烦恼，也有骄慢，也有谄媚，也有欺狂，狂是欺骗人。这些烦恼种子既然都在三界里面，还没有出三界，是个凡夫，大家同样都有的。即以一切诸烦恼故，并及其他以除掉上面列出来的贪嗔痴骄慢谄狂之外，根本烦恼、随烦恼乃至八万四千尘劳烦恼，这些一切众生都是同样有的。那么因为有烦恼的缘故啊，彼此共诛啊，根相恼害啊，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彼此互相发生烦恼啊，烦恼种子升起现行啊，为了自己要得的利益啊，就彼此互相伤害啊，代相凌多啊，大也是互相的意思，彼此互相啊，你欺凌我，我欺凌你，凌啊就是凌弱，欺凌欺骗等多是强多那么我看到你的东西我要，我就抢过来多那么彼此互相或凌或多甚至严重到奸淫伤杀无恶不作在这个色欲里面彼此互相造了这个奸淫的邪淫之业，或者是互相伤害、互相杀害生命可以说严重到无恶不作了这个一切恶业啊，因为大家共住在一个地方，就会发生摩擦，发生摩擦就会造业，什么造业，什么业都会造出来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如此，个个都是如此。所以说一切众生悉亦如是啊，所有的众生彼此无量劫来都是这个样子啊，你伤害我，我伤害你彼此互相来发生这个严重的这个造的恶业。以诸烦恼被造众恶因为有这种种的烦恼的缘故啊，就被造众恶很完备的所有的恶业都去造作了是故各个不相恭敬，不相尊重，不相承顺，不相谦下，不相祈祷，不相复习那么因此大家共住都有烦恼，都有摩擦的缘故啊，彼此就不相恭敬了。你也瞧不起我，我也瞧不起你，我为什么要恭敬你啊，你有什么了不起啊因此彼此不相恭敬。那么不相恭敬也就不相尊重了，我为什么要尊重你啊你凭什么要我尊重啊？好，因此你不尊重我，我也不尊重你不相承顺我也不秉承你的教法，我也不必顺从你因此你也不必承顺我结果闹的就是问题越来越重。不相谦下，谦是谦虚下就是谦虚之心啊，往下往下按，不会往上升。有谦虚的人处处啊都觉得自己不如人家，不会瞧不起别人的心情，那么有供告我们就不会谦虚了。所以说我慢三高啊，乏水不入谦虚满招损呢，谦受益那么谦虚才能得利益，可是偏偏不肯谦虚，
彼此不相谦虚谦下，不相祈祷，祈是启发，导是指导领导，懂得道理应当要彼此互相启发啊，你不懂的我教你，我不懂的你教我啊，互相启发。那么我做错了你指导我，你做错了我知道我就指导你，这彼此互相启发指导。可是不这样做，不相祈祷，那么甚至还幸灾乐祸啊，看到别人做错了啊，他要去坐牢了，你生欢喜心，该死了，哎，这次你该吃苦了吧，哎，升起这种的幸灾乐祸的坏念头啊，不相互惜，彼此不相保护扶持，不相爱惜啊，我那朵秀丽我差你，哎，他动了这个坏脑筋，这个别人的儿子死光都没关系啊，老是动了这个坏念头，那是不相互惜，甚至严重到更相杀害，互为冤仇，彼此互相伤杀，伤害到他的生命，这个问题就严重啦，就结成冤家啦，互为冤仇啊，冤家仇恨啊，那么因此问题就严重了，生生世世报不完呐。啊，那么今生你杀我，来生我杀你，就这样杀来杀去啊，敬畏来去也没有完啊，如果没有碰到佛法，没有修行，没有断烦恼，永久就这样子下去啊，自为我身，及诸众生啊，去来现在行无阐发，三世诸佛无不知见啊，为思维，自己思维想到我这个身体，我这个心力，并及一切众生都是相通啊，去过去来未来现在啊，在三世当中啊，都做这个没有惭愧的心啊，不知惭愧的这种心啊，行无惭法啊，不自求自己的过犯啊，那么这种的照以上所说的这些恶业，三世诸佛无不知见呐、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都尽知尽见，寥寥分明，都看到我们这些愚痴众生在造业，可怜啊，可怜而又可悯啊，诸佛都在慨叹，今若不断持无惭行，三世诸佛亦当见我，如果我现在行菩萨道了，发了菩提心了，不断掉这个无惭之行，像上面那些过往还在做啊、那么三世诸佛也应当都在看到我们现在的造作啊，我当猿猴忧心不止啊，我现在发菩提心了，我要行菩萨道了，怎么还可以继续以前的那一种的恶犯，还继续还造下去啊，神为不可啊，这样做不可以啊，神为不可啊，很不好的啦，不能再这样做啦，真不好，真不好啦，叫不好过叫不好啦，免得安内走了，不要忘掉神为不可，假如心里动了一点点上面所说的那些恶念，马上就说诸佛都看见了，神为不可啊，不能这样做啊，《梁方忏》里面第五卷呢，解冤释结说得很清楚的，一个人如果是不是大家同住在一起，他不会造业，不会发生摩擦啊，所以呀、能够供一个地方住，同堂共住啊，共修啊，他过去多生以来啊，也结了有缘，但是里面也结了有怨，冤家了啊！他同堂共住，有缘也有怨，为什么？如果没有缘，不会同堂共住。没有缘，他怎么会住在这里啊？他住不惯，老早就跑掉了。没有缘，不会共住。但是虽然共住啊，既含气不歇就嘎掉啊。那么时时彼此会发生摩擦，这就是怨，过去结的冤家。那么多生多劫共住啊，也有缘也有怨，所以共住的时候，他就有的时候很好啊，
很欢喜呀，嘻嘻哈哈，蛮快乐。有的时候啊，吵架、打架，甚至彼此啊闹得不可开交。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啊？过去也借了冤家呀，你不要忘掉，从前共住也借过冤家，因为过去都借过冤家，所以现在共住的时候就会有摩擦。那么体会到这一点啊，我怎么可以这样做啊？不行啊，不能这样做啊！如果这样做，三世诸佛都看到啊，真见小啊，阿弥陀佛啊，身为不可，身为不可啊，七七一为不可啊！那阿那阿弥会做人看到加拍摄啊。是故我应专心断除，因此之故，我要下功夫，要断除这种无常之行啊！这还有的吗？不可以，要通通断掉。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广为众生说真实法。我应当赶快成佛，正无上菩提跟众生说这个真实之法啊。那么使众生远离颠倒啊，不至于再造业，是名菩萨摩萨第三禅章。经常要有这个观念啊，你不要看到这个文字很浅显，好像没有什么啦，没有了什么什么了不起啦啊，这个我都知道的啦。知道是知道了，做到多少啊？哪一点做到了没有啊？知道容易啊，知易行难呐、啊，有没有做到？现在主要要问的，知道我知道没错，但是做到多少？我们时时要提高警觉，身为不可这四个字啊，不要忘掉。假如烦恼一动，身为不可啊，诸佛都看见了。这是第三，第四是毁障。佛子，何当为菩萨摩萨毁障啊？怎么叫做菩萨的毁障呢？此菩萨自毁昔来以五欲中啊种种贪求无有厌住。换一个角度啊来说明这个毁障，这个、菩萨自己很惭愧的心里想，从往昔久远近来啊，注意这个色声香味触财色名食睡，这个五欲当中啊，用种种的方式去贪求，希望得到这个五欲的享受，无有厌足，多多益善啊。因此增长贪恚痴等一切烦恼，因为贪着世间五欲的缘故啊，就增长贪嗔痴，恚就是嗔啊。贪嗔痴等一切烦恼，根本烦恼、随烦恼，一切烦恼根住就生起来了，这个种子就生起现行了，越来越多，越严重了。我今不应福行施施啊，这句话更重要，很重要很重要。我现在应当不可以再做这个事情了，从前这样胡作乱为的，现在都要收敛起来了，不能再做这些不应。应这个字非常重要，不应当再做这个事情啊！我要好好的有悔心啊，不要贪求世间五欲了。又做思念众生无知，起诸烦恼，具行恶法啊！心里又这样想，一切众生啊，没有智慧了，所以生起种种烦恼，那么就完备的去做一切的恶法，一切恶法无恶不作，那么因此就不相恭敬，不相尊重，乃至辗转互为冤仇。这一段文就是前面禅藏所说的文字，把它简略的用乃至两个字包含在里面。就是因为贪着五欲等等烦恼尽量升起，造作一切恶法，所以彼此就不相恭敬啦，彼此也不相尊重啦，乃至彼此辗转互相结冤家啊，增长仇恨。如是等恶无不被造，这些恶业我们无量劫来样样都做到了啊。那么知有因缘呐、啊，不要怨叹别人啊、那么这些恶业都造到了，所以现在就会发生很多的这个烦恼的情况啊、来受苦了。那么造这些恶业还不知道是恶业，还升起错误的欢喜心，造以欢喜呀、追求称赞。那么恶业造了还生欢喜心，哎，我做得很好啊，我光是龟背爪哦，那么都好像生欢喜心，好像打蛇一样，实际上他都在造业啊，追求别人的称扬他、赞叹他啊。
这些众生一向就是如此盲无慧缘慧眼啊，盲就是眼睛看不到，瞎了啊，这好像一个眼睛瞎了的人一样啊，他没有智慧眼呢、啊、去观察诸法，无所知见，所以就无恶不作啊，他没有想到无量劫来轮回生死啊，以母人腹中入胎受生成垢卫身啊，他没有想到自己无量劫来在母胎中受生十月怀胎啊，在那么肮脏的母胎当中啊，从入胎住胎受生都成为这个垢卫不清净的身体啊，那么从出世以后慢慢由少而壮而老，毕竟自以发白面皱啊，老了头发也白了，脸也皱的啊，鸡皮头发。有智慧者贯持，但是从淫欲生，不净自发啊。有智慧的人，懂得佛法的人去观察，这个身体只是从这个不净处生啊，从不净的念头生的啦啊。那么三世诸佛皆悉之见呢？众生在三界轮转呢、啊，这个不净的情况，诸佛都亲自看见，明明白白啊。三世诸佛没有不知道。不见到的啊，通通都知道，都见到。若我于今游行施施啊，这位七匡三世诸佛，如果我到了今天行菩萨道，学菩萨法，修学佛法，到了现在还做这些事情，还去动烦恼造五贪着五欲啊，来造业啊，这位七匡三世诸佛呀，你是学佛，我们是学佛的，是佛的弟子，既然是佛的弟子，佛的教导啊，我们应当要遵从啊。那么没有按照佛法去求少欲知足，如法修行，那就欺骗啊，欺狂就是欺骗狂惑三世诸佛，那就是说欺骗三世诸佛了啊。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看到我们在造业啊，那么如果还是发了菩提心还是如此的话，那就是欺骗诸佛呀，那对不起诸佛呀啊，是故我当修行一葵，因此之故啊，我们应当要发心修这个惭愧心啊，时时刻刻觉得自己不如法啊，这个违犯的地方很多，造业的地方很多啊，要好好的断烦恼了生死，要努力进修，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希望赶快成佛，广为众生说真实法啊，详细为一切众生说真实之法，不要再生颠倒，迷痴颠倒而致轮转生死。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四回章，这就是第四菩萨道上行菩萨道的初发菩提心的人特别要注意到的这个回章。惭愧两个字只要有学佛的人都知道啊，就是没有学佛的人，普通一般人也知道惭愧心啊，他做错了都觉得很惭愧，都晓得说这个话，但是我们学佛的人更是重要的，更是重要。我们懂得佛法，如果不晓得使这个善心所的惭愧心时时刻刻让它增长的话，造业不会增长。修行不会有所成就，所以必定啊，经常怀惭愧心，碰到不如意的时候，心里想，这是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啊，或者是过去生伤害到他们，现在他来伤害我，回谤我，破坏我，那我应当啊，要发好心啊，安心受报啊，安心受报，随缘消俗业，不负造新殃啊。那么希望能够从此之后不要再造业啊，那么增长智慧啊，努力进修来断烦恼了生死，时时刻刻把这一三四两段文把它读熟，时时有这种的观念来对治自己的烦恼，造业才会有增长的。那么十藏里面这两段文算是最浅的了最浅而又最有受用的地方而且是时时刻刻都要下功夫的地方，不从这个地方下功夫啊，
得不到真实佛法的利益的啊。接下去的第五啊，文藏，多闻第一啊，啊，学那个文藏的道理，后边就有的说了，都是很多很多的名相，而这个名相有的范围很大，以后对于这个多闻藏啊，很可能有的时候一次只能讲个一两行，有的时候也许一次只能讲一句啊，因为后边的这些名词名相它的道理包含很多啊。既然要多闻呢，就要博学，要无法不学才行啊。所以后边经文里面所有提到的道理，我们都需要下功夫来研究，来求了解。前面讲的都总是比较浅显一点呢、除掉信藏之外，二三四都是比较浅显。那么从第五的文藏以后啊，单单这个文藏就够我们学习一段时间。那么大家不要嫌烦，不要怕烦。那么研究佛法不要怕烦，怕烦就学不到东西。所以后边的这些文字啊，都在名相上要下功夫的。那么以后啊，我们再来一步一步的慢慢研究啊，下功夫。